更新的固定日期，虽然说是放假，还好还好，今天还是多少有一点时间啊。马不停蹄，一早就跑去了邯郸啊，找那个头条小店的合伙人，去老东家那儿看看老东家的藏宝阁，欣赏了一下啊，聊了聊以后我们头条小店的发展。看看老东家的存货啊，考察，实地考察，然后刚回来，刚回来啊！我现在录视频这个点是22:36，我估计等大家看到那就在23点之后了啊，中间还有上传审核。好，今天呢是既往视频的回顾啊。我搜索了一下以前留着干片儿，因为我这个视频保存啊，不是按名字，按日期，然后按类型啊，干片儿。大过年的呢，尽量的清新一些。我知道有很多重口味的老铁们想看单指流啊，想看单指流，但单指流比较血腥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大过年的是吧？这个咱们稍微的啊。稍微的忍耐一下啊，忍耐一下，看看这个清新一点的这个小干片啊，真菌，玩到真菌，具体日期我已经记不住了，因为是通过搜索出来的啊，反正是18年的一个回顾吧。春节咱们以后反正争取假期啊，就做这种回顾性的啊。有的朋友就觉得看着很爽啊，这种干净的。一层一层的揭开啊，不像那个，真菌分好多种啊，还有那种粘块啊，得拿那个吸引器啊，呼噜呼噜往外嘬，还有那种长毛了啊，叫什么麦浪啊，咱们有一期麦浪那个播放量也是爆棚啊，在吸引器的这种啊抽吸之下啊，这个。真菌的菌丝迎风飘舞，像海草一样，随风飘荡啊。这个金色的麦浪，那歌怎么唱来着？算了，今天这个，哎呀，天儿太冷了，我就去趟邯郸，出了火车站，差点没给冻死啊。这个人门口有一个小的乳头状瘤啊，或者是叫疣，味儿道口这里啊，当然他味儿道里也有这个真菌。小钩针儿把真菌啊，一层一层的啊剥开，就能发现你的内心。这个叫，这个什么洋葱啊，那首歌，真菌也是这种情况啊。那么我的处理原则啊，清理。对这种干片儿呢，自己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啊，有的人可能会有点痒。但它这个痒啊，跟那种粘块的，或者是那种菌丝、那种毛炸着的那种，还不太一样。痒不是特别重，就是感觉这个耳朵里这种掉那种干皮儿啊，有的自己拿挖耳勺子，有的时候就能 K 出好大一块来啊，就是指套一样的啊。经常说的就是这种指套一样的这种干片儿啊。抖音那边啊，对，再给自己打一个小广告吧啊。抖音那边也开的有账号啊。原来我计划可能是在抖音里放一点咱们耳内镜的这个高潮啊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可这不行啊，人这个抖音后台死活不同意啊，这个是不行，你不能放这个。那咱们就放点别的吧啊，咱们的有些小科普啊，回答。小提问啊，春节期间我们自己内部人员先测试了一下啊，这个因为时间比较短啊，1分钟可能确实说不了太多。第二个呢，如果拍这个同框啊，春节的时候我试了一下，正好借着拜年，借着这个我们粉丝群啊，头条有专门有粉丝群。原来有一部分是大部分是微博上的啊，后来当时因为头条联系实在太麻烦了。一直没有跟头条的粉丝们很好的互动啊，最近呢就慢慢的开头条上也开始弄，先弄第一波，因为我这个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啊，
我知道大家可能想建这个粉丝群，一个是想看这个耳内镜的一些内部的视频，还有一个可能医疗方面的咨询啊。你在微信圈里边那个没办法发那种长的视频啊，这个可能就很难做到。第二个，这个咨询这个事儿，这个群里啊，我第一个群就100人啊，有时候经常很难去挨个照顾，所以说呢。可能粉丝群更多的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粉丝之间啊，相互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交流啊，交朋会友。我有时间的话啊，有时间的话，像今天出去来回火车上，有4个小时，跟大家聊聊天啊，有简单那些问题，可能跟我的专业有关啊，回答一下。因为这个粉丝群这个人数啊，是它有一定限制，如果太多了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一刷屏的话，同时我估计3、4个人说话还可以，如果超过10个人说话，那就没法交流了啊。所以我一般粉丝群控制争取在100人以下啊。第一个群已经满了啊，已经可能差几个人到100，我就第一个群就不再动了。第二个群现在正在弄。先期有50个人已经进来了啊，大家先稳定一下啊，看看合不合适啊，因为每个人这个个人期望不一样，大家的群也非常多，我自己几个微信号有的就20多个、20-30个，经常有的群就禁音了，不看了啊，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把人数先稳定好，好吧，大家别着急啊。昨天我发了一个通知啊，已经有很多朋友进来的，可能有的人还没有进来。没有进来的话，你想想是什么原因？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啊，这个群不是为了收费啊，不是为了说我拿这个朋友们来这个什么收费啊或者干什么，不是啊，只是说跟头条的粉丝们更加的很好的互动，因为很多这个粉丝朋友留言，有时候看着眼熟啊，之前我就一个一个加，你像这个。我就不点了。那个大家现在都知道啊，是谁啊？他也是因为之前老留言，慢慢的才接触。因为这样挨个去找啊，实在是太累了啊。所以后期会有些改进啊，增加跟大家的互动啊。还有抖音的朋友啊，可以那头关注一下啊。抖音有时候会发一点这种医学的小科普啊，如果有一些。小的咨询，小的简单的问题，可能也在抖音里会简单说几句，好吧？好，回到咱们的画面，还是小干片啊。这个刚才在鼓膜表面还有啊，这种情况下，像这种腕道的宽度啊，这个病例后期可能是用第二液浸泡了吧？我印象可能是第二液浸泡了。好，你像这个病例啊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这是在鼓膜这个。腕道宽度非常宽啊，但这个人配合也很好。那先从周边尝试，然后再从鼓膜上往下踢，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啊。力度要掌握得很好啊。如果说发生突然的移动，这个钩针的这种硬度啊，直接可以刺破鼓膜啊，毫无意外。所以说呢，没有经验的不要去模仿啊！我知道很多非医疗专业的人士啊，在通过耳内镜，我看见了，在那个网上有不少视频，粉丝朋友圈我啊，包括在抖音上看见了某些场所在这样操作。但是说，如果你控制不好啊，对鼓膜造成了损伤，你不是专业的耳科医生，你不知道下面一步要干什么啊。这个是很危险的，到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去碰了啊。因为我像我呢，我除了做腕道操作啊，另外这个鼓膜修补的这个手术啊，我自认做的是可以过关的啊。所以说如果说出现了啊，现在只出现过一例啊，之前有一个轻腕道胆脂瘤，这个我说过好多次了啊。老粉丝都知道，有一个腕道胆脂瘤的病例，在清理到最后的时候啊，突然发生了这个患者突然发生了移动啊，因为也太大意了。那个病例当时折腾了快1个多小时吧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，
其实已经最大的已经拿出去了，在清理鼓膜上的时候，它突然动了一下，当场就把鼓膜刺破了啊。后期咱们有很好的应对方案啊。几天以后，等我复查的时候，好像是一个月吧，对，一个月，鼓膜愈合的非常好。在大概过了一年，我再看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出痕迹了啊，鼓膜已经看不出痕迹了。所以这是专业医疗人员在做这个处理和非医疗人员之间的区别啊。如果发生了这种后续的损伤，当然前提是尽量不要发生啊。一旦是这个发生损伤，你知道该如何处理，包括外耳道的这种破损啊，这个是非常多的。好啊，这个表面的这个清理掉啊，所以很多朋友也在问说，为什么有些地方要留着一点啊？因为有些区域啊，那个操作太过危险的话啊，那个会带来很多麻烦。因为这个耳内镜啊，是一个高清啊放大的一个摄像头，它把实际的区域啊放大了很多倍以上，所以这其实，在肉眼情况下，像这种碎末啊。有很多老铁是跟着家里人直接过来现场看，都觉得哇这么大，但拿出来一看哇这么小，因为这东西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一个显微操作了。这种清理完了以后啊，这个视频好像是18年年初的，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个打药的这个技术，就裱花啊。我大概是在18年的下半年，因为遇到了一例非常顽固的真菌啊，那是我当时做的一个中耳单支瘤手术的病例，术后折腾了将近小半年，各种方法尝试，后来觉得这个打药效果还是不错，后期呢再推广到其他的。这个普通的这个外耳道啊，好，这个也是一个。今天这个干片系列啊，全是干片啊，就这种黄色的。哎，这个在鼓膜表面有这种壳啊，真菌这种壳，它应该也是外耳道这种渗出的结痂啊。这种没有耳内镜的话，单靠肉眼是无法区分。鼓膜是否穿孔？这鼓膜上真的有个洞啊，很小的一个小穿孔。它有一部分区域已经愈合了，但是还有一部分区域保留了这个穿孔。这个鼓膜是否穿孔是区分外耳道分泌物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啊。如果这个外耳道分泌物很多啊，但是你清理完发现鼓膜是完整的，那么这些分泌物跟中耳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。那治疗就跟不一样啊！如果说啊，明显的清理完分泌物，发现这个鼓膜上有个洞，然后这个分泌物有可以看到明显从穿孔流出的，因为我见到过有些病例，就是单纯的外耳道的真菌啊，这个也有鼓膜穿孔，但是中耳完全是正常的啊，这种病例被当中耳炎烂治的这个，哎，非常惨痛啊，有个小穿孔。有不少病例是从外地啊，外地跑过来，折腾了几个月不好。这个鼓膜表面啊，这种小钳子去撕，这一看上面还有很多这个棉签儿，那种棉签加工以后留下的这个棉絮这个丝儿呢啊，这个穿孔应该后期要准备修补。这个刚才那干咳啊，可能是前一次估计中耳炎发作的时候留下来的。这个也是啊，大部分的这种黄色的干咳都会跟真菌有关啊，有一部分呢可能会跟湿疹啊，或者是其他像中耳里的一些渗出性炎症有关啊。这个也是明显的，这个棉签去捅过啊。被怼到这个鼓膜表面了，这不是自然的留在上的。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从这个什么呀，
窗户纸上往下 K 这个脏的东西啊，劲儿大了，窗户纸就破了，小块儿啊。哎呀，今天实在是，哎呀，有点累了，好吧，咱们就先看到这儿啊。下周一就已经正常出诊了，下周一正常出诊啊，春节长假结束。好，祝大家在长假期间好好休息啊，少吃，哈哈，少吃，每逢佳节胖3斤啊，最后还有一个小尾巴，还有一个小尾巴啊，这打药啊，对，这是补充一个打药的细节啊，这个也都是之前放过的。好，我们下周一啊，再见啊！有复查的朋友下周一可以过来。哦，对，再说一下，我3月份要去内蒙啊，3月份要去内蒙待1个月啊。